灯塔大多都建在远离陆地的海中孤岛之上。在浙江舟山的一座海岛上，有一位退伍老兵叶超群，他家五代人守护灯塔100多年，他们一辈子默默地守着孤塔，忍受单调和孤独，用青春点亮茫茫大海上那一盏引导平安的明灯。有请老兵叶超群，海边出生，海里成长，青春投身海军锤炼，那是对海的眷恋。退役后孤岛守灯塔，一家五代的坚守传承，是家风也是信念。你是不凡的坚守者。老兵你好。你好，超群，非常欢迎你做客老兵你好栏目。今天我们将和老兵叶超群一起来感受一下年轻人身上这一份坚守的力量。有请。欢迎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李彦军老师。你好依依。李老师，我相信您坐在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超群身边，应该感受到了一种青春的力量，对吗？没错，没想到他这么年轻。而且在和超群聊天之后，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非常巧妙地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他很年轻，青春洋溢，但是你又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一份沉着稳重。超群哪一年出生的？88年的。超群是一位退伍的老兵，与此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海岛上的守塔人，所以朋友们也会亲切地称呼他为岛主。作为一名岛主，有着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其实你还觉得这份工作带给你很多骄傲的，你觉得我是守护一方海域啊，就很广阔的海域，特别的骄傲，但我们岛却特别的小，但是每一寸土地呢，又承载着希望。你是哪一年入伍的？我07年11月入伍的。当时是什么军兵种？海军。海军。对。新兵连之后呢，然后就直接分到了船上。哦。可能大家听到海军嘛，第一印象就是舰艇、驱逐舰啊，对吧？军舰啊，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我不是，我们是后勤部队的，不是作战部队。海军，我想大多数人的想象就是会训练生活都在海边。你当时新兵连之后就直接被分到了舰艇上？对，就一直在船上。我们那个船很小，就300吨，然后我们机舱啊什么房间都特别小，而且你像船是在海上航行的，大风大浪，你要是睡在上面真的一不小心就翻下去了。其实刚上船是不适应的，因为靠在海边上嘛，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浪是在拍打着船的，浪大点会有那种响声，咣咣的响声，然后船都是一直在摇晃。基本上开始好几个星期都没睡好觉，就晚上就很难入睡，就不习惯。但是在你形容的时候，我想大多数人的耳畔都响起了一个很熟悉的旋律，军港之夜。对，那这首歌很美，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水兵有水兵的浪漫，但是这种浪漫之后呢，有很多的艰辛不为大家所知。其实慢慢你就习惯了这种船上的生活了。我退伍之后啊，我回到陆地上啊，你船上没有这种摇摇晃晃的，我又睡不着了。反倒又不习惯了。对，又不习惯了。这个呢，它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舰船上的人呢，到了陆地上码头上，脚就像踩了棉花一样。对，你好长时间才能适应过来。那你当时的职位是什么？我那时候是轮机兵，
就是在机舱里工作的。然后我们除了轮值兵，还有你看那种船长啊，然后航通长啊，枪帆兵啊，有各种各样的职务。当时有执行过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平时我们就是一些日常训练啊，然后就是出操啊这些。然后你任务的话就是春季冬季有两季的出海训练，会有一些舰队的编队训练啊，然后一些战斗的部署训练。还记得第一次自己在舰队上面和战友们一起出海时候的情景吗？记忆特别深刻。那个舰艇编队一溜全是军舰，然后前面可能都有驱逐舰，然后有战舰，我们后面跟着一些补给船，对，有这样一个舰艇编队，就特别的就激动人心的那种场面。对，当时你在哪里？我们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是轮值兵，我就在机舱里，就不是在甲板上的，看不到海，看不到。那你觉得在部队的军旅生涯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其实部队是特别锻炼人的，我觉得经过部队这两年，虽然是短短的两年，但对我整个人生的改变我觉得是特别大的。这种成长，这种历练，我觉得不是就短短两年就可以改变的。我从部队出来之后就褪去了身上那种稚嫩。服役了两年，超群的身份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上岛了。这背后的故事关乎着五代人的坚守，那我们就从你上岛的日子开始说起。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岛的？2013年4月份的时候。2013年4月份，四月份舟山的天气应该是挺好的，风平浪静。对，风和日丽的。那灯塔，我们都能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它的身影，可是对你们来说，它一定有着非常多的细节和工作的要领。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对于航行的船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其实灯塔的作用就是导航。它可以在晚上的时候，灯塔会发出那个光束，来引导过往的船只，可以找到你所在的位置。其实抽象一点，就是相当于我们是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就相当于是一个路标的作用，就是可以更好的来引导船只安全航行。而且你灯塔一般都是建立在一些暗礁啊，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的，它又是有一个警示的作用。那我们如何来辨别这些灯塔呢？你像灯塔，它都是有自己的语言的。一般航船上的那些老大的那些船长的，他都会看一张海图，海图上都有明确标注的。你看大屏上这些灯塔，像这个第一个是白节灯塔，它是红白的，60秒红白互闪，然后第二个是花鸟灯塔，15秒一闪，这个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叫七里屿灯塔，5秒一闪，然后这个叫半阳灯塔，是我们环境最险恶的一座灯塔。为什么呢？海平面特别低，在上面工作的时候，台风天海浪都会卷过整个灯塔。那守塔人？对，就生活在那个小房子里，就台风天就不敢出来，很危险。对，所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刚刚的一串数字一闪而过，大家有记住吗？接下来舞台上就会出现一座灯塔，我让大家来辨别一下这到底是哪里的灯塔，好不好？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此时此刻我们的舞台上就有一个可以工作运行的灯塔，我来考一考大家，它发出的这个信号代表的是我们所处的哪一座岛。来，这个呢，它是我们平时浮筒上用的航标灯，而不是我们灯塔上在用的灯器，因为灯塔呢灯器特别大，可能没法带到现场，所以只能暂时用这样一个航标灯来替代演示。现在这只是个模型，是不是飘在海上的那个实物还要再大一些，是吧？海上的那个叫浮标啊，这个是浮标顶上的灯器。哦，是一部分。对。哦。此时此刻他已经在工作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灯语。可以心里默数一下。。
14、15，应该是15秒钟。李老师率先说出了答案，他闪了。15秒钟。15秒，所以这个是哪一座岛的灯塔？这是爷爷和父亲都工作过的地方。对。超群是2013年成为守塔人的，但是你们一家5代人都在从事着这样同样的工作，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曾曾祖父大概清光绪年间就开始守塔了，那时候二十来岁吧，他那时候是轮着守的，可能于兴岛待个2-3年，去了白街灯塔待个10多年，又换到了另外一座下三星灯塔。那一片海域都留下了曾曾祖父的足迹和身影。曾祖父的话，他守到第20年的时候，岛上刮起了台风，然后那天风浪特别大，然后岛上有补给船嘛，补给船靠在岸边，一直被海浪拍打，然后船上的老大就跑上来求救，想把船拉到那个背风的地方去躲避一下，但是风浪太大，曾祖父就被海浪卷到了海里。海边上礁石特别多，人一旦下去就爬不上来，所以曾祖父就再也没上来。那年爷爷才5岁，其实爷爷是亲眼看着这一幕发生。虽然说爷爷只5岁，你说5岁的孩童按理说是没有记忆，但爷爷却跟我说那一天他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由于灯塔的特殊作用呢，灯塔一般都设置在非常特殊的位置上，那么它的自然环境、水文条件是相当复杂的，遇到了恶劣的环境、恶劣的气候，人掉进去是九死一生。即便是渔民有非常好的水性，那面对大自然，那也是很脆弱、很渺小的。但是长大后的爷爷还是选择了做这样一份工作。20岁的时候，曾曾祖父亲自带他上岛去的。他那时候去的是下三星，但是1971年的时候，春节前夕，他让其他的灯塔工回去过年了，然后自己在岛上值守。然后他写信给妻子跟女儿，就希望他们可以一起来过个团圆年吧。但是前一天晚上，就是来灯塔的途中，小船遇到了风浪，翻了，然后奶奶抱着小姑姑就没有上了。那一年爷爷31岁，5岁的时候他不知道离别意味着什么，但31岁了，却又是因为同样的一份工作，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我觉得爷爷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他经历了3位亲人前后的因为大海遇难，所以他更知道大海的危险，更知道自己要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要保证这条航道是安全的，灯塔是亮着的。他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别人身上，所以他要更加的努力工作，要把灯塔看守得更好，绝不让它熄灭。从这我们看出呢，在这片海域，叶家5代人对灯塔的守护和眷恋，有了他们的存在呢，灯塔它不再是大海当中的一个光源点，他们用沉重的代价保护了这一方的平安。那么从另一方面讲呢，我觉得守塔看海，灯塔亮着，也是他们叶家人在与逝去的亲人为伴一种慰藉。
所以，爷爷的儿子，也就是超群的父亲，也毅然决然地选择成为一名守塔人。而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把超群的父亲叶敬虎大哥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主持人好。叶大哥您好。叶大哥，刚刚一直坐在舞台下面听着儿子讲述他的工作和你们一家人的工作，这一份心境很不一样吧？对，因为我到我这里是四代，到我们超群是五代了，就是我们守护着一个灯塔，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在父亲的人生当中，两次重大的别离都和灯塔有关，那个时候对于让您去守灯塔这件事情，他有担心吗？是的，因为我们灯塔确实环境很艰苦，特别是上下交岛的时候，因为那是不是现在你们大家知道都岛，我们那个岛很小，所以没有专用的码头，是吧？因为大型船舶靠不了码头，所以我们一般补给船都很小很小，一般都大概说十几米长的这种小船，所以上下特别困难。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就像我爸，他是一年就休息一个月，一般都会最多回家两趟。那到了我那个时候嘛，就是一年也就回家四五趟。一般我们灯塔人特别少。到了超群，现在条件好多了。超群工作环境相对于您和您父亲那个时候要好多了。对，因为现在的岛上条件跟我们那时候是没法比了。就现在他们有冰箱呀、彩电呀、空调呀，还有互联网、手机都有了，是吧？一切大陆上的生活条件，基本上硬件他们基本都是有了。所以不像我们的时候什么都有，连个电视机也没有。所有的一切也都体现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稳步的提升，所以让我们每一位工作者都可以爱岗敬业，并且能够安心的工作。是的。叶大哥，我听超群说您也有军旅梦。对，要是我不去守塔的话，我可能应该也去当兵了，因为我从小就有个当兵的梦，所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成。那当超群去当兵了，是吧？他穿上了军装，我感到特别开心。因为灯塔从解放以后一直是海军管的，所以我爸一直在，他虽然是不是军人，他也是一个在编职工。因为灯塔那时候是编制是海军的，所以我从小也是在军营长大的。所以虽然没能穿上一身绿军装，但是这一身制服就让您仿佛觉得自己也是一名军人。对。那当时看到超群穿上军装的时候，那一份心情特别激动吧？对，我感到特别激动，因为他圆了我的一个梦。超群小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超群小时候是很乖的，性格呢比较内向。那去到部队锻炼两年之后呢？最大的感觉就是成长了很多。就是他对事物的认识呢度也很高，是吧？特别是动手能力也增强了，还有阳刚之气了，啊，这是对他的后来去工作，去灯塔上工作呀，其实对他的当兵经历有关系的。但是，这所有的一切背后还有着父母无尽的牵挂，所以超群，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的记者还特地去到了你的家里，采访了一下你的妈妈。我们想听一听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她眼中的宝贝儿子。来，请看。星期年的时候，我跟他爸爸去看了他一次，那是很辛苦的，特别他那身体不是特别强壮的那种，也是蛮弱的，就是跑步啊都通不过啊。
那要战友们一起帮着他，我觉得应该在军队那个大熔炉里面把他锻炼锻炼。我和他爸爸还有爷爷，我们一起去看他，在部队里面，我们到船上，我们去看了他，就看看他的生活情况。在部队里面，他也会炒菜啊，做饭食，这样，一起在那个和战友也比较好的，那我也就放心了。所以他在这一块那个有过基础来呢，到灯塔上去，对他也有帮助。超群首导的时候，那我总有点不大舍得，不像他爸爸那个时候是吧？那现在年轻人嘛，现代化的那个社会，那节奏都很快，那叫他到那个封闭的小岛，好像真的让他那个和与世隔绝的那种，有点不大舍得。哎，超群在部队的时候，你跟他怎么联系啊？那想他了就写信吧。这就是我们当时写的信。写了有好多，这封好像就是超群第一次给我写的信。他就是好像刚刚去部队，生活有点不大习惯，有点想家。这是我给儿子写的信。当时你不放心他嘛，有的时候洗衣服啊什么呀都不会洗，那我就教教他要怎么样洗衣服。你我们念一下吧。儿子，转眼十天过去了，你过得还好吗？这个星期怎么没打电话回家？是不是训练很辛苦，没时间？还是部队有规定限制？我们是左等右盼，每次家里的电话铃声一响，心里总是一阵兴奋，以为是你打电话过来。不过没关系的，我们也会慢慢适应的。军营生活就是考验你们的意志、忍耐力，要学会坚强。相信你会成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进取、能吃苦耐劳的新一代军人。那一个星期没给妈妈打电话，妈妈是无尽的牵挂，我想你心里也不好受。确实，当兵的时候，因为从小没有离开过父母身边，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那现在超群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守塔人了，我想妈妈肯定是无比的安心和放心，虽然牵挂是不会少的。妈妈现在一般打电话都会跟你说什么？还是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其实岛上工作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安全，台风天啊，雷暴雨啊，其实还是冒着挺大风险。我还记得有一次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雷暴雨，然后袭击了我们那个灯塔，突然就一阵霹雳声，轰一声，就感觉那个大地都在晃动，灯塔被闪电击中了。你抬头看到那个天上那种闪电啊，蜘蛛网状的，就特别恐怖。会不会有第二道闪电又落下来，又击中了灯塔？我们一直修到7点钟，你如果在7点之后没有正常发光，有明文规定是要发航海通告的，你航海通告一旦发出去，整个海域的船只都要停航，因为灯塔不亮了，你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你撞到我们灯塔了，那不是金钱，甚至是生命的危险，这责任是很重大的。万幸的是那天7点钟我们把灯修好了，挽回了很多损失。就那一次之后，我才知道灯塔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平时的工作都很平常很简单，但那一刻我知道灯塔的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听你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悬到嗓子眼了，真的会特别特别的危险。浙江海域，他守护那个海域是来往的船只是非常繁忙的一个航道，如果不能按时亮灯，全部周围的船全部要停住，那是要造成多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在经历过这一次突发的情况之后，超群更加理解了成为一名守塔人的意义。
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更加的坚定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会一直一直的伴随着你们的，就是孤独，这个要怎么去排解？我们那个岛很小，五分钟能走一圈，我还数过500步够了，500步可以走完这个小岛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岛有多小。我们的演播厅是1000平，3个演播厅就是超群工作生活的7里雨，一眼就能望到头。你在这一头，我在那一头，都不用电话，想说什么都能听见。而且可活动范围要比这个数据更小，因为我们是建在山的最顶上，就一个小山包，很长的，最狭窄的地方可能就20-30米，很狭长的一个地方，活动空间很小很小。因为那个3000平米呢是岛的周围整个的，它是岛是往上走的嘛，越往上空间越小越窄。嗯，会有倦怠期吗？这是你的职责。你说你休息了，那灯塔万一不亮了怎么办呢？出事故了怎么办呢？对吧？这份责任你没办法，就是在你肩上的，你必须要干好这份工作。你像爷爷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喜欢灯塔，那是一场旅行，但你对灯塔又爱又恨，那你才是真正的爱上了灯塔。这是一份修炼。嗯，那能不能带一个宠物什么的上岛，去帮助自己排解排解这样的苦闷和孤独？每个灯塔都会养小动物的，猫啊狗啊都会有，我们灯塔上也有。我们现在大大小小狗有4条，猫有5只，就宠物比人多。听起来好像是现在的文艺青年最喜欢的画面和场景，但是超群他们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大家想去岛上看看吗？有人摇头，有人带着羡慕的神情，哇，多么美的画面啊，我想去看一看。摇头的人我想是真的能感同身受的人。所以我们的记者去到了超群工作的7里雨，记录下了他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画面，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现在呢就在去往7里雨灯塔的这条船上了。那么我现在的心情呢是既好奇又有点晕晕的，因为这个船呢属实是有点太晃了。那么一会儿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叶超群他守护的这座灯塔，这个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嗨，好，可这儿就能看着咱灯塔了，还有国旗。岛上也都会种一些植物，蔬菜啊。终于快到了。有点喘了吧？对，这段路很陡。对，这塔的外观这是几个角啊？是一个菱形的，这样六边形。哦，还是很好看的。哇，终于可以探索一下塔的内部了。哇，这塔有多高？有20.5米吧，该有5层楼的高度，这还比较宽敞。往上上的路真的好陡啊！这样。哦，可以可以可以。哇，哎，那上面的风景还是挺好的。高，很高的。这个就是主灯了。哦，它一直在转，白天。白天它一定是转的，因为阳光很强烈。你要是不动的话，你的灯器会被烧坏。你看它3个灯泡，它是这样转，按顺序转的。如果它不亮，它自动会换成下一个灯泡。啊，我看到现在亮起来了。它这是一个检视的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期待晚上看到它照亮的样子。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就能看到岛，就只有这么大，就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那个山后面看到吗？那个后面就是一个主航道。
咱每天晚上都巡视吗？对，晚上值班的话都要巡视一下，看看灯塔是否正常啊，沿岸的这种航标啊，灯光是否正常。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灯塔主灯晚上亮灯的样子。嗯，灯光是这样的。嗯，我现在能看到就是移动的那个。你可以看到那种灯光一束的，看见没有？嗯，看到看到。我们是五秒一闪光，你先看到一束光，嗯，闪在你眼睛的时候，好，请你默数五下。好，一、二、三、四、五。对。嗯，又能看到下一个，对对对。看第二个光束。我们终于通过影片去到了超群工作生活的七里屿，真的面积很小吧？对，活动空间很小的，可以想象我们平时在岛上除了吃饭啊休息啊，在岛上溜达的时间，溜达的空间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有一点更震撼了我，原来站在岛上是可以看到对面那么多的星光点点，千家万户灯火通明的。我当时听你说孤独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茫茫大海那份孤独，但是当我看到你可以看到那么多星光，那么多人家的时候，那一份对比之下的孤独会更加的强烈。是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内心里的那种孤寂的感觉会比白天更浓烈吧。经常会坐在那块小礁石上，然后正好是可以看到那些繁华的灯光，其实那是家的方向。嗯，但看得到却回不去，你背后是你的工作职责所在。所以超群从部队退役之后就毅然决然地上岛了，当时这真的是你内心唯一的选择吗？可能对大家来说，灯塔是代表光明，代表希望，是很美好的东西，但你真的祖辈是做这个行业的，你知道上面有多苦，有多累，有多少艰辛，你再去选择，我觉得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去，但也很执着。他大概三个月无数次电话就想我上岛去，爷爷说过很多他们那时候吃的苦，然后他又跟我说现在在岛上条件好多了啊，有电视，有手机了，经常可以打打电话，有电脑了，你可以玩玩游戏啊，上上网啊，对吧，刷刷微博。而且爷爷年事高了，70多了，也是爷爷的一个心愿。但是真的自己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而且经历了一些特别危险的事情之后，也明白了灯塔的这个职责，这个重要，就慢慢的是理解爷爷了。爷爷虽然今天因为身体的原因没能来到现场，但是有很多的话他想要对超群说。我们的记者也前往到了爷爷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爷爷有什么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请看。我在岛上一共待了40年，在北极等待待了25年，在芒季等待了很多次，可以说，在那晚上睡觉里，脑子里有这种恶心，等它不亮了，等它不准了，要快起来，这个脑子里已经离不开了。等小的时候就在等他那边，跟他爸爸跟他母亲就在等他那边，那么我在等他那边，你说也是你去玩玩，啊。你也不去上岛，其他人也要去上岛。我们家里对等他呢比较熟悉，上岛去不是更好吗？我放心。这个草就你花鸟等等，大概是5、6岁吧。我做爷爷嘛，小孩到那些疾苦的地方去，希望他能够好一些。这个环境肯定是在那里。这个什么呀？好精致的盒子。也是一个
航标工作。航标工作者荣誉证章。嗯。哦，这是终身荣誉。我背都给你们看到了。对，看到您百宝箱。爷爷有一个百宝箱，也托我们的节目组带到了现场。爷爷说，这个百宝箱也希望传承给超群。里面有一本爷爷亲笔写的工作日记，这本日记里面记录了爷爷许多年的工作经验，希望你不辜负爷爷的希望，好好守岛。这里啊，还有几张爷爷当年的照片。这个时候都是穿军装的，那个时候都是部队的，坐小就是灯塔上就是海军馆，对，都是军人。爷爷那时候虽然不是正式的军人，他是部队的职工，哦，是这样。这一份坚守其实也是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无法真正去感同身受，但是又能够看到这一份守望的希望的人。是的，有人说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宝贵的价值观和传统不知不觉地被我们落在了路上了。那么从他们一家人几代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初心，这种坚守并没有被他们落在路上，而是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面，并且让它传承下去。超群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妻子，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我相信通过接下来的这一个短片，大家的感受会更深，因为这个短片来自超群的妻子。请看。那时候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当过兵，然后特别有时间观念，就看到他，哎，长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的，其他也就不太说话，他也不太说话，就这样子一个印象。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这大概结婚之前两三个月吧，然后我们去拍了结婚照。嗯嗯，感觉还是有点遗憾。嗯，因为我们本来是跟那个摄影师说好要去拍灯塔，后来是因为有风天气不好，然后时间没排上，然后我们想着说等后期再去，然后超群又去上班了嘛，然后时间什么都对不上，所以就比较遗憾没去灯塔上拍。等我们宝宝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拍一组全家福，然后带着宝宝，然后再拍一下。刚有宝宝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人家就是爸爸这种知道的时候这么兴奋啊，这么激动，他好像比较淡定，但是可能我想的就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很沉稳，还是比较平淡的那种。别人都有老公陪着，别人都有时候刮风下雨，有时候哎会来接送一下，那他基本上做不到。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因为工作时他不能这么时时刻刻陪在身边照顾你，那我觉得更多的理解吧。这是口水巾，口水啊啊！哇，真的好 Q 啊，好萌，就直接围在超可爱。小鹿的和这个大熊一样，想的太周到了，对，声音大一些。那个擦口水，擦奶水，好小，真的好小。天，你给宝宝跳这些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跳的？那好久了，怀孕一开始就随便看起来吧，从刚开始知道自己怀孕就开始准备这些，就慢慢准备起来，先了解起来，然后五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开始买起来。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超群说？就想跟他说，就是他在岛上好好上班，我会在家好好等他回来，家里有我，请他放心。嗯，家里有妻子，你可以放心。对，这是
你的母亲曾经也对你父亲说过的话，现在妻子也对你说了这样的话。还有几个月就可以迎接新的生命了。对。刚看到妻子整理了那么多给宝宝的衣服、口水巾，很多都是妻子一个人在操持这些事情，是吗？大部分都是他来准备的，我可能工作上也比较忙，不在身边，就没有参与过多的。因为在灯塔上工作嘛，你可能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去陪伴，不可能像普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样，时刻陪伴在妻子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父亲在岛上，经常见不到面。每次父亲下岛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其实刚才我看到我媳妇的，其实我们灯塔工作特殊的职业，就是她出生的时候，我也只能陪伴了三天，后来我马上就上岛了，因为工作需要，这没办法，守塔人就这样。她出生的时候，您只陪在妻子和儿子身边三天。对。走的时候是万分的不舍。是啊，那没办法，工作。所以，超群的妻子也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了不起。超群有什么想对妻子说的？特别感谢他，就谢谢他对我这份工作的理解。没有办法时刻的陪伴在身边的，你遇到一些事情，生病了，感冒了。就像他说的，刮风下雨了，挺着个大肚子，一个人撑着伞回家，其实我想想都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给他更多的陪伴，很不容易，我觉得，老婆很不容易，谢谢他。而且我看得出来，你妻子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没有任何的抱怨，更多的都是理解。因为这一份理解能换来更多人家的灯火通明和陪伴的团聚。就像父亲跟爷爷说的这样，虽然是退伍了，但军人退伍不褪色，我应该要坚持下去，我应该接过祖辈的这个接力棒，好好的守护着灯塔。那些散落在各个海岛港湾上指引航行的灯塔，它有着人类探索海洋的开拓精神，有着家族的传承，有着家人无言的支持。那一盏灯里面有着青春的奉献，更有着坚守的传承。它的闪亮可以指引航程，更可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那都是我们内心最闪光的存在。也让我们带着这一份闪亮，向所有平凡的守护者致敬，向所有和叶超群一样默默坚守的老兵们致敬。大家好，我是一名退伍老兵，也是一名年轻的守塔人。在我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有着188座闪光的灯塔。我就在其中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灯塔上值守。当我来到这座名叫七里屿的小岛上，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坚守的力量。在部队的时候，我是一名海军，而如今我依然坚守在一座海岛上。守塔这件事啊，对我们家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和坚持，更是一种守护和传承。如果大家乘船路过浙江海域，在宁波的海岸线上看到一道灯光，那可能就是我在向您问好。你的工作很平凡，但是它能带给很多人平安。你的坚守很平常，但是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祖国的强盛也需要每个平凡岗位的人们去坚守和努力。在这里，请允许我向所有坚守平凡岗位默默奉献的工作者向老兵致敬。致敬人黄子轩，致敬人叶超群。请老兵步入岁月长廊。海洋辽阔壮美，有碧波荡漾，晴空万里，也有惊涛骇浪，风雨交加，但屹立在海面上的那座灯塔总在夜幕降临时点亮，为归家的航行者引路。你是平安的使者，你也是灯塔，你是不凡的老兵。有些
福。